小米不在家，我藏在菜园里悄悄的吃一个糖。先来吃哪一个糖呢？先来吃这个阿狸的糖吧。打开，尝尝阿狸的糖是啥味儿的。哎呀，好难打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么难打这个糖，阿狸的糖不想让我吃啊！快让我打开呀，不然小米一会儿他就回来了。哎呀，哎呦哇，里边是粉色的，终于把它给扒开了，我来尝一尝。这石头，哎，这个小米从哪里冒出来的呀？把我糖吃了，嗯，没事，我还有一个。我来吃这个冰墩墩的糖，哎，哇，这个冰墩墩的糖里面是白色的，看到了没？雪白雪白的，哇，口味肯定好吃，哇，软软的，我来尝一尝。啊，小黑豆，那个小米，你又把我的冰墩墩的糖给我吃了，哼，我还剩最后一个西瓜糖，我来尝尝这个西瓜糖好不好吃吧，哼，哪有两个糖都没吃到，哦，这个。是巧克力哦，哎呀，这一次千万不能让小米再给我吃了，我要小点声小点声，千万都不要告诉小米哦，不要让他来哦，我要尝一尝好不好吃啊，你往下走啊，都给我吃光了，哼。